汤师傅在全马有好多间分行，我最常去的是这间位于 IOI Mall Puchong 的分行。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光顾一到两次，食物好吃不说，环境好，服务更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Jesslyn， 今天要推荐的是你们应该都知道的汤师傅。我很喜欢这道松露鸡汤，松露在中式料理比较少见，这松露的香味搭配鸡汤，可以让传统鸡汤增添了多一层的香气。我最推荐的是金牌猪肚汤，平常在家煮猪肚汤的汤底都是比较清淡的胡椒汤，但汤师傅的猪肚汤是用了好多的大骨和上等的山胡椒，熬了几十个小时才能完美的呈现在你的面前。我没办法一一推荐每一道菜，但除了炖汤，其他每一道菜都真的非常的推荐的。今天点了这带有酒味的苋菜，酸辣开胃的酵素酸辣鱼，瑶柱银鱼棋子粥，还有这道我很推荐的姜爆莲藕一口菇。最近他们也推出超值优惠套餐，还可以入会员享受会员折扣，吃饱后也可以在店里逛逛，买一些鸡精燕窝等周边商品，还有不要忘了顺便带两包汤师傅旗下商品周杰伦凉前奇美回去，下次有机会我再来分享在家怎么做出简易又好吃的手抓饼。喜欢炖汤的你一定不要错过，喜欢吃美味中餐的你现在更要马上去吃看看了。这菜也是很好吃哦，味道不够，不错。你们吃晚餐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